欢迎收看《电玩宅速配》，我是主持人安娜黎，《盗梦英雄》每周末又来啦！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女神雅典娜，这个奶妈跨越时空，跨越各种作品，跨越了各种小宇宙，来到了《盗梦英雄》，究竟是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力量呢？看下去你就知道喽。人气手游《盗梦英雄》是风玩数位旗下热门游戏作品，游戏中集结了古今中外各种英雄神话人物，像之前介绍过的三国神将吕布、东方神话孙悟空等。而这次跨界登场的是西方诸神的妹妹雅典娜，属于中台辅助奶妈的她，靠着强力的技能让身边战士永不言败，小宇宙燃烧不完，是个十足的战力加油站，能为全队恢复血量，或发出圣光为友方单位抵挡一次伤害，力量与美貌兼具的她，是玩家居家旅行组队打怪的好伙伴哦。